实不相瞒，其实我是一个机器人。没错，其实我是一个机器人。乍听之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高科技呢？其实也不用这么觉得，因为其实就算在2020年的现在，机器人也早已经出现在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例如这种扫地机器人，不就是机器人吗？虽然长得跟人类不像，但起码名字里面就有机器人三个字啊，所以它完完全全的就是机器人嘛。它的功能呢，就是把那些没什么特殊能力、天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弟弟通通扫走。例如我，所以叫扫地机器人。再比如工厂里用的这种机器手臂，虽然名字里面有机器人三个字，但是长得就是人类的手臂的样子吧，完全是一个样子啊，所以它完完全全的就是机器人吧。它的功能呢，就是让那些在工厂里每天都在做那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重复工作的劳动者们全部下岗回家，然后他们就会变成那种天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弟弟，然后再被扫地机器人统统扫走。再比如这种看起来像人、名字里也有机器人三个字的机器人，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他们就叫机器人。它的功能呢，就是标上天文数字的价格，让那些想买它又没钱买的人们都去找工作挣钱买它，然后他们发现工作岗位都被手臂机器人取代了，所以他们只能变成那种天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弟弟，然后再被扫地机器人统统扫走。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的功能并不是取悦人类，而是取代人类。但是要取代人类的目标是何其的困难啊！虽然人类有200多根骨头，但其实关节节的活动是很好模仿的，真正难模仿的是人类的表情啊！一个人脸上只有43块肌肉，听起来很少是吧？不过却能做出10000多种表情。为什么人类有那么多种表情？是为了做出每个人都不重样的表情包吗？为了学习如何熟练运用这些表情，我的上司派我渗透进一家公司。如果我能完美完成任务，那么我就能成功的渗透进人类社会了。哦，对了，这些都是高级机密哦。大家除了关注一波，把这期视频分享给好友，再来个素质三连之外，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哦。今天，对，没错，就是今天，我就要迈出机器人统治地球的第一步，来完成公司给我下派的第一个任务——约会。哎，因为这是第一个任务，所以估计任务就像是那种试用期胡乱塞给实习生的，没什么质量的任务吧。说是约会，估计约会的对象也不可能是那种长相甜美的妹子吧。估计就是那种在网络上随便找的约会网站，然后再来个仙人跳什么的。不管了，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任务吧。这妹子看起来还挺俊的，声音也很温柔，是我喜欢的类型呢。虽然之后我们在一起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少儿不宜的马赛克生活，但是我们还是从故事最开始说起吧。哎，今天我们来玩一款非常沙雕的游戏，名字叫做唠嗑模拟器。听这个名字还是我东北老乡翻译的啊，那就让我们看看这款游戏到底有多沙雕。哎 ，Sorry, but you are now alive.对不起，但你现在活过来了。如果有任务在身，可能能帮助提升你的状况。嘿，不然你去渗透并摧毁人类社会如何？哎，好，现在呢，我们可以自定义我们的外观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屏幕右边有一个指定有无宝贝，因为这款游戏是沙雕游戏嘛，所以这个宝贝呢就是指你的有没有雕啊。我们选择有雕，然后这个头发呢就选择正常一点的颜色啊，和背后的木门是同款颜色。然后看看这个肤色啊，是什么肤色？我去，非洲人。那如果是黑人的话，他们对黑色的丝袜是说肉色的吗？啊，不太了解啊。那么我们选一个趋近于黄种人皮肤的这个颜色。 OK， 确认，这是你一个完美的人类复制体，我们工程技术的巅峰啊。我原来是巅峰，又颠又疯。为了融入人类社会，你需要学习如何唠嗑。来吧，试试看上下颚系统。哎，他这个每次翻页的话都会有一个缩了舌头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啊，用这个摇杆啊控制上下颚。我还有这个虫牙啊，还挺多，每颗牙都是虫牙，这太让我振奋了，我很受启发，非常非常好，让这赞美流过你全身。很好，现在热好身了，你将学会如何伸展或收缩嘴唇啊，也是用这个摇杆，看起来非常轻松嘛。啊，看看我这个大活牙，我都能看到舌头下面杠杆。测试完成，你做的太好了。中测，激活舌头视角。我去，我口腔里面还有一个直播哦。我用这个摇杆控制非常长的舌头，哇，这么长啊，有意思，幸福生活指日可待。尽管我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工智能，我还是为你骄傲，你可以面对真的人类了。这就能面对真人类了。 OK， 让我们看看第一关约会。人力资源部经理凯伦让我们到食物补给站开会，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小心行事，很可能他们已经怀疑我们有毁灭人类的计划。我去，第一关就约会，而且并不像是一般的这个图片挺好看，然后见到真人呢就长得不像人啊。这妹子看起来很漂亮啊，我看没看到屏幕前的单身狗们活得还不如一个机器人。人力资源部的卡伦啊，对不起，我迟到了，今天路上太堵了，穿的还是个 C 那个深 V。你好，人类同胞，这就是我们这个聊天，就是唠嗑界面啊。屏幕上面呢有一个可疑的，就是一个可疑的进度条。如果进度条满的话，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左面这个8呢，应该是8秒倒计时，就是在倒计时之前，我们需要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比如说啊，你好，把下颚抬起来，舌头怼那个绿色的按钮。Hello, human. 啊，你好，人类同胞，和这个同事唠嗑，居然说人类同胞，你好啊。
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这样见面了。我想我们两个都清楚，我在办公室里已经注意到你了，咱们之间有点事儿。哇，居然有点事儿，能有什么事？孤男寡女。硕大，哎，我牙怎么掉了？我去，哎，我的舌头怼怼，哎，怼。碰的还不行，必须得怼，这是个按钮啊，那不是触控。虽然是人类科技巅峰，但是这科技水平感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哎，我的牙一颗一颗的掉，好，什么事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这么唠嗑，啊，我觉得肯定是有事，嘿嘿，我想我们两个都感受到我们对对方的吸引了，难道他也是个机器人？必须承认，作为。留着温暖这个红的是不能按的啊，摁的就有状况了。温暖血液的人类的人类，我觉得您喊他用敬语，我这两个大门牙，您非常喜怼怼他怼他，碰还不行得怼，吸引五吸吸吸呀、啊！引，哎，别啊！我的鼻子，我去，螺旋状鼻子。OK， 啊，您真是调情高手，我喜欢，是喜欢我螺旋状的鼻子了吧？喝一杯吧，然后告诉我你怎么喜欢我。我去，这么主动的妹子，我喜欢，我喜欢。我就马上就起飞了，我这鼻子。两杯发酵酒精。哎，我饮料，我的鼻子都冒烟了。饮料需要多少货币？直接点，直接请客就行了。还钱干什么？钱的。好，需要多好。我的眼皮都不行了。对，好。Now, beverages. 这是面瘫模拟器吧？我不是很确定，让我先看一下菜单。我去，茶，雪，这对，哎，好。Query, 有，可以。There any 用的？哎，等等。Coolant fluids available. 冷却液。约会的时候要冷却液，我不是很确定啊，这是种鸡尾酒吗？不好意思，逗号，逗号还要说出来吗？我点得是一种一种，哎，好。种机械维护液，句号，这是个啊，哎，怼怼，哎，玩笑，再怼，我去，这舌头长没用啊，不好使啊，真好，您不仅长得好看，还很有幽默感，我们会过得很愉快，对吧？看我的这个脸上那个鼻子，难道没有发觉我的异样吗？同意。Confirm. 我是一个有趣。哎，谁在说话？吓我一跳！这怎么还有内置的语音呢？志玲姐姐在为我导航吗？和条件的浪漫，浪漫漫浪。怼怼怼怼，要怼他，完了，没怼上，我的舌头可能就是个鼻涕虫组装了。你有没有我没想到会如此迅速，但这肯定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哇，居然要和我过夜了，渗透成功，我去，
100%真人分数14万，这分数偏高啊，社交技能增强加一。这妹子看来智商也不是特别高，虽然外表很美，而且也很主动啊，是我喜欢的类型，不过她的智商不是特别的高。看我鼻子已经歪了，并且已经冒黑烟了，对我仍有好感，仍在主动的追求我，看来她可能是渗透到机器人世界里的人类。有可能啊，双重间谍啊，就像那个史密斯夫妇一样啊。排行榜第二关啊，需要呢低级情绪显示系统升级站在这里啊。嘴巴张开，我去，牙齿啊，这就是情绪显示系统，然后表达你的想法，跟你真有想法似的，啊，得升级是吧？然后看看还有其他的什么系统吗？运动、听觉反应，去夜店翩翩起舞 ，What the heck？ 还要去夜店啊？每颗牙齿都是 USB 插口，然后再有什么表现力十足的面部活塞，脸上面装活塞，方便其他人坐在脸上吗？扬起你的眉毛，或者有时也令之降下来啊，给眉毛装活塞啊。然后社交光动力学，让你获取眼部系统控制，眼睛是用来看的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然后语言液压系统啊，加快舌头速度，还能加快舌头速度，主播肯定很喜欢啊，有很多女性福利的升级。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